这个我们现在在这叫木雅路，木雅路二段，应该是叫木雅路二段，木材的木，雅优雅的雅，木雅路二段。然后看前面那山了吗？我们啊得坐这儿休息一会儿了，我们必须得坐这儿休息一会儿了。从前面一路推上来的，然后呢我们还得往前往更前面走，看了吗？再往前面走还是坡，所以说我们就得一直往前推，哎，一直往前推。现在海拔大概是2600啊。我们在这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，然后我们前面就到康定市的那个城区了，是吧？我们到城区里面，然后找一家店的住宿。我之前啊想在前面找一家店住呢，但是我一看这边又是坡，所以说你如果住在前面的话，你明天早上起来你还得推这坡上来，所以说我干脆就直接推到那个市区，是吧？康定市城区吧，推到康定市城区，然后这个再住宿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就这意思，我得先休息会儿了。